玩奪旗時間6:13。在昨天住完冊回來，即住完冊之後已經放假，現在就是等這個補課，7月24日至26日都要補課，等即是現在7月13日，等到12日才去讀，等到11日才到24日，有人等，現在在家打機。在今朝9:00開始出面已經落緊雨，我在 KFC 食嗰陣時候都冇乜人，跟住加咗少人。喺咁啱喺 KFC 見到一個好矮嗰個肥師奶，就佢無啦打，係打我哋尖，跟住咁啱即。他點嘢食點咗起碼2-3分鐘，跟住點完，點完之後嗰、那個職員就鬧佢：喂阿婆婆，我想問下，其實呢個隊喺呢度，你唔可以打尖㗎。跟住話嚇，我喺嗰度排，佢喺嗰度排，喂，冇分別㗎，唔同㗎喎，大佬。誒，實際上要根據一定要排隊，唔好成日都話如果。老人家就一定大曬啊！你嗰女仔都一定大曬，成日每次老師都話 lady first lady first 女仔先，咁我哋點樣？點解冇 gentleman first 嘅？點解要維護女仔啊？你咪覺得女仔成日都俾人非禮，但係話俾你聽，男仔都成日俾女仔非禮，又係之前同啲講性騷擾。咁打尖之後冇嘢嘅，跟住就佢突然間即係叫嘢，即係同我講聲唔好意思，即係諗我冇講過嘢，仲冇一個唔好意思。坐喺近門口嗰度食嘅，喺隔離坐3個阿叔喺度講嘢，佢有個性格，聽到佢講嘢係咁啊講，你尋日屌你老母咁樣，你屌你老母咁樣。成日都屌你老母，跟住甚至又講世界盃，即係賭錢，即係講成日爆粗，即係以爛口。通常爆粗都有啲冇學識嗰啲人先會爆粗，甚至唔識嘢嗰啲人先會爆粗。即係啲人有個性格，成日爛口，成日爆粗，又食煙飲酒，冇禮貌，同埋賭錢呢啲性格，正正係好似。講到啲人乜都唔識嘅，乜都唔識真係賭錢嘅，賭你話賭親錢都輸嘅。咁佢有個方法，如果佢係咁爆粗嘅話，你唔好理佢得噶啦。你理佢賺，佢鬧你嘅啫。所以話叫你唔好理佢。成日都聽到人話自己嗰部 iPhone、Samsung， 甚至係 Sony、小米，你仲有呢四個，即係唔計 LG， 即係你 iPhone、iPhone 5、iPhone 6、iPhone 7、iPhone 8、iPhone 10呢啲機，成日都話用咗起碼唔夠一日之內即刻冇電。咁到底點乜？到底乜嘢原因會令到嗰部？令到你用呢部機，點解會用電用得咁快，至到冇電？好簡單，即係你用電用得快。首先第一，長開；第二，
你唔識點樣用 iPhone， 你唔識點樣用手機，因為你唔識用嘅話，成日都攰，成日都篤篤手機，長時間著嘅話，有機會嘥電。即係佢唔識點樣用手機，即係淨係篤篤就搞掂嘅。係三太個沉迷啊！即係你即係手機而家最 hit 係咩啊？即係一上網聊天咧，用 WeChat、WhatsApp、IG、Facebook、Snapchat， 即係呢啲咁嘅程式，多數都係核心即係打機。而家仲係好似玩食雞，因為我成日見到人食玩食雞。咁你呢啲可以現象容易嘥電。咁都講咗，如果你 iPhone 插電插一千次嘅話，你部機嘅電池就壞嘅。我唔係嚇你啊，即係之前聽人咁講翻。即係而家都中，即係我哋中四個想註冊嘅時間都已經完結，但係大家都會知道自己入咩班。我個 friend 就一定入 C 班，因為佢全班第廿九。第廿九應該話俾你聽，你絕對冇乜可能會喺 A 班，喺 A 班一定要喺第五十幾名以內。但唔知道，但佢又唔講，佢又唔肯講出嚟。喺唔係應該係唔使講都知道。喺到時喺 Ecast 睇下最清楚啊 ！Ecast 就睇下我哋班裏邊到底係有啲乜人喺度嘅，但係再加上嗰啲功課都開曬俾我哋做，不過未做，次次都等佢暑假最後先做。咁之前上即係喺上次有升中四係咁嘅，我八月三十號唔係八月三十號先留喺嗰度忙做曬功課。應該是八月三十號至到三十一號開始做，做到兩點幾就即刻收工了。